哎，谁说这小孩子玩的？哎呦，算了，我不想玩这个，我有点害怕。有点恐高，我有点怕。要不让东东自己玩吧，咱俩就走吧。我们走吧，我们玩过赛车了。哦。 这很吓人啊！真的很吓人的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太吓人了！我走了。但是黄景瑜应该做过很多这种项目。这样，哇，有点高啊！这比赛回去吧，我怕了。我真怕，东东回来吧，好不好？东啊，我回不来了，好像。走吧，感受一下啊，感受一下。你小心点。<笑>我当然要小心点。哦哦，尴尬了。 快点的，走就完事了，走就完事了。真男人。哎嘿，哎嘿，好 ，OK， 棒棒棒，加油！哦，这个好晃，哦，这个更可怕，他这脚一滑就会掉下去。 还是手靠谱啊！这危不危险啊？这个确定不危险？对。两只脚踩上去之后。哎，对我有个问题，我能刹车吗？不能刹车。不能刹车啊！啊？那万一我想停下来怎么办？停不下来。不能停下来，要一鼓作气。对，往里面踩。啊！ 把我推下去啊！哇，车声一声惨叫！哇！